大家好，我是爱奇美的小杨。今天来到我们摊位，我所要介绍的就是我们 Aries， 我们今年主推 Luba 的碟刹碳板。那我们碟刹碳板的特色主要就是我们有加大的花鼓耳与我们中心锁入式的系统。那公司在研发的过程中，我们非常强调钢丝的张力值还有它的平衡度。Aries 的部分，我们使用的是加大的花鼓耳。加大花鼓耳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提高更高的张力值，而且我们在滚动的过程中，它可以更有效的传递它的力量，而不会因为张力值的不足而被吃掉。另一方面，我们采用的是交叉的1:1方式编排，这样子你在过弯的过程中，或者是你在刹车的过程中，我们的稳定性都非常的足够，让过弯时所产生的偏摆或者是过度的摇晃，并不会去降低到我们的踩踏功能与效率。那我们 Aries 使用的是高强度轻量化的框体，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框体是有支援无内胎，并且我们外胎的部分我们可以选择23、25到 28C 都可以通用。另外我们使用的是琥珀色的气密胶带，气密胶带它的耐高温程度可以达到300度，是我们的一个卖点哦。那我们市面上所销售 Aries 的部分，我们有做前38后48与前48后48的规格提供客人去选用。另外一方面，我们的重量的部分大概在1405克，在市面上的轻量化框体算是非常的轻的。那我们的花鼓支援了 QR 的部分，还有12 mini 贯穿轴，都是你可以选购的部分哦。如果有需要更详细的资讯，可以来到我们的官网或者是我们 Luba 的摊位 R0903 爱奇美，欢迎您，谢谢。